为什么后面突然都这么多人？他们想干嘛？七三三呢？好像要打群架哦，还穿黑衣服，那跟你穿的一样啊。哎，一直叽叽喳喳，是不可以虚主持人，只能叽叽喳喳，对，叽叽喳喳哦。好，所以他们现在是穿着学士服，是想干什么来着？他们可是由2011毕业生要带来的精彩表演哦，又要再来一次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那我们一起掌声欢迎由2011毕业生带来的 Dancing Show。Dressed.